那个婴儿吗？古金。啊，然后。古金地龟，地龟就是老鼠吗？嗯。古金地龟啊，这个叫不信，因为它地气。嗯。那它下来就是爸爸了，爸爸地爸吗？嗯。这个叫不信。嗯。要这个高娘，它地久吗？嗯。高娘。那阿哥你就定名就好一点了、啊、这个叫一年他就第十一嘛也叫叫一年在马来人你要不上你要个记拜拜了呢啊这个这个就天官你妈妈阿婆婆就叫个高阶什么叫高阶不知道的他一个叫他高阶阿婆婆嗯那个叫叫高阶就是天官又叫马来马来又叫他阿孙嗯，天官，那天冲，啊，这个没有什么，阿都，这个阿都，天光，宝王，宝王，宝王就是冲头的嘛，宝王，啊，然后白英，天文叫白英，啊，这个叫阿古，怎么叫阿古？你们这是帮给他，好像给他。哎呀，以前的人给好像垃圾一样嘛，啊，所以放全部放这种名哦，嗯，阿都阿高哈、啊，这个也叫阿高，阿东的爸爸，嗯，也叫阿高，阿都，又阿都，啊，这个阿高阿都，马王，马英，阿古，古金，啊，古金的龟，他不在那。叫地龟啊，马来话嘛叫地龟咯。嗯。古今地龟，不气。嗯。在地气，啊，高年。高年。这个阿冠呐、啊，这个就好一点。这个阿冠，吃一年。嗯。当这种名好像哎呀，给他随便呐、啊。以前的人家，你看有叫巴郎擦嘛。巴郎擦那去。嗯、给天养啊！啊，像你给他们去随，我讲的阿杜阿高阿古。